敬诸神，清净之心，礼拜至尊恩师，十方诸佛菩萨护法，愿一切众生犹如我的清心，我剪断我的心思，断食一切无明狂魔，阿弥陀佛，永得清净。佛殿呢，整个开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，让每一个人呢都随时有空就可以来礼佛，来祈愿。2004年到2008年，金刚上师呢独自一个人环岛拜佛1100公里。他当时的心愿就是以他拜佛的劳苦来代替众生消业。这部车从头到尾都是我的上师亲自设计的，连一根钉子，一个帐篷，所有大大小小都是他设计的，把它打造成这个车呢，就如同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。因为佛法讲的就是因果，就是宇宙的道理，所以呢，一根钉子一个设计，这个因如果不对，那么果就会差得很远，所以每一件事情它都非常的谨慎。
我们呢除了希望用三年的时间在台湾大小城镇大概300多个城镇，我们就一轮一轮的去祈福。这部车目前是世界第一，我们已经着手想去申请金氏纪录。启动国电佛光片照环岛祈福，是金刚上师继环岛拜佛之后再次的大悲奉愿，在2018年6月15日元城启用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，将行动佛殿开到台湾各个乡镇去，再次的将南无第34位香佛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弘扬到全台各地。大家好，我是行动佛殿佛光片照环岛祈福的义工开放，来到内湖节前祝念后2019年，祝大家诸事吉祥，平安健康。金刚上师带领我们环岛祈福。好，
那2019跟屏东大龙湾灯会哦，很不巧到原南开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哦，快变东港人了。那每天早出晚归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，平均每个人都中暑过，一无是处又干干的又湿哦，每天守着不停的嘴巴还要讲不停，痛苦还有是喝不停哦。那回到住宿地的时候，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哦，赶快轮流洗澡，赶快睡觉哦，因为明早又要冲哦。破万人次来祈福领美金发财金和金猪灯笼哦，看到满满排队的人潮，就真的一点都不累哦。尤其是我们的俗韵师姐，还有一静师姐哦，这两只打前锋的小蜜蜂，一出场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哦，包括我们金刚上师马上叫大家各就各位，因为他们两个要闹人来了哦。好，那在这里跟金刚上师特别报告一下，就是唯一一场大家没有吵架的一场，因为真的太忙了，忙到没有时间吵架了，真的。将近20天的大鹏湾灯会，大家都起早赶晚，手不停蹄，卯足全力，直到圆满完成。接下来是值得歌颂的一刻，请大家静下心来观赏。深深感受到金刚上师的宏大的悲愿，不辞辛劳地将佛法弘扬到各地。在澎湖待了15天，我们看到了美丽的烟火，也感受到人生第一次巨大的那个风雨的袭击哦。那时候有同学们去拉着那个帐篷，然后有人打电话跟金刚上师报告请求。请求金刚上师加持哦。好，那我们在澎湖的玉山哦，40年来海上的龙卷风哦，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，其实它这个就是标线哦。那每分钟呢，它有800次的闪电风雨交加，来不及反应哦，只能一直喊。大家一直那时候喊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保护佛殿哎！上师上大家保的是保护佛殿的，抓着大帐的铁柱撑了半个小时才停哦。那每个人都是超级狼狈的，更佩服大家团结力量大，这场我能 hold 住喽！掌声。行动佛殿第90站。
我们到了云林的北港，正巧遇上了200年一次的日环食。行动佛殿的火灾地正巧当时是台湾可以观察到日环食全貌的地带哦。当天安排的乐仪供佛是太鼓及爵士鼓的表演，这跟我们的古人哦遇到日食要敲锣打鼓的习俗哦刚好吻合。大家可以看到太阳哦，天象的演变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故难两全哦。所以行动佛殿秉持的佛陀的教诲，我们不单将如来正法带到各地去，我们也将我们的爱心公益散发出去哦。每到一站，我们就结合当地的乡镇区公所及村里长，我们发放爱心的关怀物资。随着时空的演变，我们从平安面，再加上酒精，再加上口罩，再加上快筛剂哦，适时的帮助弱势的家庭，减缓当地政府的防疫的物资的压力哦，获得各界的好评。大家可以看哦，这个是初灰日环食的初灰哦。我们也感谢编辑的师兄师姐很用心的把这个日环食的这个全程哦，把它拍摄下来，用九倍速的这个缩时摄影哦，大家可以看到。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日食胜。时胜就是日食的最大次的那个时胜了，大家看到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时胜的时候，我们看似月亮，实为太阳哦，这就是时胜，对，这就是时胜。我想，时胜就是日环食的极致哦，刹那即过。大家再看往前面看，我们佛殿高挂的放下有没有？再看佛殿前面高挂放下哦。大家好好去体会一下它的含义。然后呢，在这边也同时，刚才何慧师姐一开始讲的，我们行动佛殿其实有很多的行政工作是有师姐默默的在那边做的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秀珍师姐跟云佩师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开始诗篇台堂冰品的开始，要正巧遇上200年一次的日环食哦，错过要等几年，你们知道吗？195年哦，这次错过就要等195年哦。好，那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找场地的顺利师兄哦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好，阿力师兄，还有秀芬师姐，还有云佩师姐哦。那我们在台东呢，遇上了最难搞的草地哦，还遇上碰到大雨，全员启动自动刮水沟模式哦，每个刮到快刮耶了哦。那从这一场开始，我们开始威胁顺利师兄说，你再找到有草地的场地的话，我们全部人就不依了哦。哦，你再找到以后，我们让你好看哦。我倍感压力。我走过99个乡镇。2010前，澎湖花火节，台湾中心南投，屏东大宝湾灯会，东海岸花灯纵火，每个城市都曾有我出席的身影。每周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们，无论烈日当空。不是大雨滂沱，他们总会克服一切困难，拥抱打开，建好，成为一座寺院。有时落积水，有时刮大风，他们会一直守护我。当地的乡亲朋友会好奇地看着。虔诚地步上阶梯恭敬合十，会点燃清香一炷诚心祈祷，会满怀感恩收到一箱可以度过危难的爱心。很多来自台湾各地艺术家会用最优美的舞蹈，最动听的歌声，最绚烂的技术，最感动的声音。
起2004年，南庆江族人国界的环岛白佛禅醉诞生香印。2008年，希望用一山起。行动佛殿百场所做的回顾，是提醒我们还有68场要继续努力哦，不要自满得意哦，我们要再接再厉，勇往直前。好，我们正信会行动佛殿有了我们自己的歌曲哦，是哪一个歌曲？正信祈福颂，就是我们在环岛祈福的时候，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。金刚上师一路以来都修法，来带领大家来祈福。那4年来，再大的台风都巧妙的转弯了，所以我们避开了风灾的袭击。当新冠病毒在国际间爆发的时候，金刚上师也带领大家祈求佛力的加倍，让冬瘟夏疫能够远离席末。同时呢，开放祈福法会的现场直播，让无法来行动佛殿的大众呢，都能够在线上跟着诵经祈福。但是，纵然如此，我们台湾还是遭受了新冠疫情的肆虐。发布3级警戒的时候，印象很深刻，在仁武高雄的，那时候我们在录制祝贺波罗师爷的圣诞。那也遵守政府的防疫，我们就暂停了，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祈福暂停。金刚上师仍然时时的关照大家，每天晚上在线上带领大家诵经祈福，让我们安然度过了那个半年的艰难的疫情。所以当大家回到环岛祈福的时候，我们唱着正信祈福颂，我们更能感受到歌词里面的含义哦。县市的市长跟县长都来过行动佛殿来祈福哦，真的是相当的棒哦。我们行动佛殿环岛祈福，我们主动把佛殿开到各个乡镇，然后大家的家门口呢，让大家来就近来祈福祈愿。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实践，感动了国家的元首、县市政府、乡镇市区的首长、各级的民意代表、各地的士绅，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哦，都到行动佛殿来祈福、来许愿。这是我们昨天亚洲地缘大师。上至国家音乐厅，小下至呢社区大学、国中、国小、幼稚园，甚至地方妈妈，这些班上过的孙子跟孙女哦，也愿意破译的哦。好，那民间高手呢齐聚一堂来祈福，来愿意供佛供养诸佛菩萨哦。那每月参与的表演者都希望将自己的歌艺、乐艺、武艺演出上供诸佛菩萨，也让大众可以共同欣赏哦，能换忘却生活的烦恼来礼佛，面障消灾，增长福慧哦。那记得呢，有一场的云林看的场地就是很漂亮的稻田哦，那结果来到佛殿的时候，发现行动佛殿居然是被文化部给包围哎，我真的是有点吓到哦。那也希望说哦，真的是他们也可以早日解脱哦。行动佛殿到每一站呢，我们都有邀请当地的音乐艺术团体来捐乐艺供佛，将美妙的歌声及精湛的舞蹈呢来供养佛陀及菩萨，借此来吸引众生哦，大家来净化人心，巧结善因，善因结善报。我们
人一千场的愿意供佛，太赞叹了，大家掌声，一千场的愿意供佛。好，那在今年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骤然得知了南无第30多元香佛，以及南无一花受持王佛为众生当夜的视线涅槃。金刚上师立即指示了，指导了大家在行动佛殿里，结合了已有的诵经拜忏。并且在开放线上恭送了一经，我们以及21尊救度的赞经，我们祈求佛陀佛母能够从他们说佛救度众生。那我们从2018年的6月15到现在哦，是2022年的7月17号哦，真的4年的时间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4年来到底大家收获是什么，感受是什么，那中间还学到了什么哦？那上次一直指导大家要和谐包容，和谐包容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哦。我们行动佛殿环岛祈福168站到今天圆满，我们要感谢默默付出的护法团、诵经团以及义工，还有支持他们的眷属。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对他们无尽的感恩。金刚上师打造的行动佛殿，让我们大家都有福田可种。行动佛殿从第一场到168场，从起建、布置、各项活动的举办、愿意供佛、文宣物资的发放，其中能顺顺利利的完成，有赖于金刚上师的加持与诸佛菩萨的护佑。这些工作如有功德的话，我愿将此功德回向给金刚上师，法界众生，并期望金刚上师永久住世，法轮常转，并祈愿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，众生光明永昌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由于我们
身口意修得不好，所以在平日工作待人处事接物的时候，若有对不起的地方，请在此发怒忏悔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感恩金刚上师，感恩诸佛菩萨，让我能够独当一面，让为奴。本来我的力气非常小的，现在可以唱诵，可以诵经轮，诵一个钟头都可以非常顺畅，而且我自己接的法力非常感恩。这个行动佛殿最后圆满，再次感谢所有参与的同学，感恩上师。我们没有因为这样让我经历过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因为童年经历的东西在人生里面种种考验，所以说今天最后圆满，所以非常感谢。跟着上师一步一脚印，其实我也走完了，我也跨出了八步的脚印。再一次感谢上师，感谢行动。2年后站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这些话，感谢上师。我在2014年的时候，就跟随
寒冷的冬天，而刮风下雨的春夏秋冬，早晚还要预防蚊子和虫虫的偷袭。不能说很辛苦，但也是很够呛的。我一生当中从没有过过这种团体生活，当中我学到很多，也体悟很多。我跟上司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过上司说过一句心话，只有一颗恨铁不成金的心。上司真的是劳心劳力又劳命，祈愿上司度生顺利，荣华常驻，阿弥陀佛。我从同学到地动舞表演组，还有到民宣组，还有现在移动组，我学习到很多。上司带着我们去利益大众，上司学习的佛陀事业的脚步做，我们也跟着上司的脚步去做。加油！我被安排随身司机，不能让他车行的佛殿，大街小巷越过山海。一山过了又一山，又是那么漫长，真体会到伟大的上师担负众生的业力，烦恼坏怕礼拜，愿力意志力皆信心菩提心，无需救助众生，真不是一般人可完成的任务。赞叹敬佩上师，你辛苦了，一路带领众生走如来正法解脱光明大道，非常感恩。想要能够将《达摩第三十多节香火》的如来正法顺利分享给大众善信，觉得非常开心。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所做的最圆满幸福的事情，并祈愿18万劫众生都能够早日得闻《达摩第三十多节香火》的如来正法。假修容易，自修难，真修者是等等。提供佛殿是你的，让自他之地他的真心归国在平安的世界，为一切众生祈福。我在这里获益良多，也未来祈愿自己能够真正的学佛修行。一点小炉被安排在香积，我本人在大乘佛寺只是拿到的份，不敢没有机会下厨。现在让我有一个机会好好表现，每天用心的准备功德六菜。菜色的变化，而且还有同学回家晚餐的菜肴，都要让他们欢喜心来使用餐。我在家里的时候，身体一点点有气无力，来行动佛殿做佛事。由于金刚上师的加持，佛菩萨的加持，让我得到身体健康。便开到求香蜜嘛，受精。有一次受精的时候，身后传来哭泣声，回头一望是无情众生，感恩上师的悲愿，无怨无见意。我在行动佛殿是激动时严肃，哪些笑脸不知道哪边去。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，我学会临场应变、积极应对，还有待人接物的一些事情。我也觉得我在这当中我进步很多。一路上我看到上师特待不待。大无畏的精神，我深受感动。我也希望我能跟上师一样，不大无畏的精神，大快修行、解脱、成就。一路以来，我看到是修行的心了，感恩金刚上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救福田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当佛殿开始启程的时候，刚好是阿爸生病的时候，看到阿爸做化疗非常的痛苦，内心感到非常的无舍，也非常的无助，所以我就想来行动佛殿为阿爸祈福吧。那在一场一场的诵经及愿意供佛的活动当中，以及日常实修实践的相处里，让我明了何谓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以及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的重要，让我收获满满，不虚此行，内心充满无限的感恩。那也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担任司仪这个角色。那从一开始在司仪台上的瑟瑟发抖，甚至遇到就是有时候非常紧张，抢不出话来，到现在的流畅，非常感激金刚上师的加持，让我一场一场的圆满了。还有配合度相当高的师兄师姐们，当我拿起麦克风的时候，讲有掌声的时候就感觉马上就消失了。那你们的掌声呢？上次这4年来呢，让我收获满满，不虚此行，人生难得的环岛祈福之旅。
些不知道的事情都给予我教他。哦，然后，上次也在最后听你教导，这是我学习到很大的改变的地方。然后我要谢谢我家里的师姐，能够在家里帮我做了过顿。那也要感谢我的同学朱一。还有在心中特别感恩我的同修，让我在这几年是更有心的，只有有到这个心中福田服务啊，然后我爱谢谢大家送出华团，比如说有修行的师兄姐们，大家修行早日成就，早日努力，加油！祝大家来日
能够真正的花心渐渐修成，让我们歌声的结束也都能够有所受用，增上平安，增益所有同学的福德资粮，祝大家今生都大成就、大解脱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大家请就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播放的是振兴祈福颂歌的图片哦。24小时都没办法睡觉，哎，然后我们真的是很厉害，我们在。
现佛光遍照环岛祈福，以及环岛拜佛是金刚上师大悲为本菩提心金刚性的展现。在历行中不以艰难挫折为苦，反以智慧圆融处之。行动佛典168站及环岛拜佛1100公里，正可以说明这一切。恭喜金刚上师开香槟。